哎、欸，我以为你会放这个《宠爱》专辑里面的任何一首歌、欸，哎，那为什么今天的第一趴竟然是挑这个《拒绝再玩》这个专辑啊？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每一首啦，对，每一首都非常的好听。那里面有《英雄本色》的这个歌的主题曲啊，还有《倩女幽魂》的主题曲，都收录在这一张、哦，都在这张专辑，在这一张《拒绝再玩》的专辑里面。哦、okay, 是那《拒绝再玩》也是张国荣第十三张的这个专辑。那不过台湾比较特殊，他是出这个国语版本的哦，真的、哦，嗯，所以这是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在这个所有收藏家的这个心目中啦、啊，都有举足轻重的这个分量。嗯，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去聆听拒绝再玩这个国语的版本。嗯哼哼哼哼，所以当年你们在收集这个专辑，它的发行的这个时间呢、啊，它比《宠爱》还要来得早。当然、啊，在1995年才出嘛，哈。那在1989年出版这个《拒绝再玩》的时候，这个年份啊，因为已经差不多快1990年了、嗯，对不对？是。哦，也是差不多都介于说这个黑胶要慢慢的要退出这个市场了，当然的这个时间点哈、嗯。所以你也是收藏到这个黑胶的版本吗？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因为我觉得、黑胶的版本它比较难入手。因为毕竟在当时候1988年卡带很多嘛，就算是量越来越少，它的卡带是主流嘛，对对。那这个 CD 也开始是主流了，就是大家也开始都有在买 CD。那黑胶反而好像慢慢要被市场淘汰了，对。所以它的这个出版量就会相对的就会减少，没错。所以物以稀为贵啊，那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收藏到大三元，嗯 ，CD 卡带黑胶都要拥有。那黑胶绝对会是最难入手 的这个项目，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就算不是很难入手，价格也绝对会让你就是又要考虑很久。这个口袋不够深，实在是也很难踏足这一块啊啊，是不是哈、啊欸？那所以拒绝再玩，他当时这个国语唱片跟这个粤语的唱片，他都有出版黑胶的吗？是哦，两种都有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因为当然他的。歌迷不会只有台湾啊，他是全华语啊，对不对？哦，当然。而且以前我们除了听音乐以外，我对张国荣其实最早的那印象都是一系列他所演的电影，那很多他后面音乐都是他自己唱的啊。是，你看像这个《倩女幽魂》的系列，有没有？他都是自己演的，《英雄本色》还有那个什么《纵横四海》等等，像《金枝玉叶》里面那种比较现代的这个电影。他都是自己演唱哎、欸、哈，是，对啊，所以我们是先看了他电影之后，发现哎、欸，怎么歌也这么好听这样。我觉得最主要是张国荣本身他歌唱实力就是不可，没错没错，就是不可磨灭的一种、他的实力是真的有目共睹。那他演戏，我觉得他演的非常的丝丝入扣，甚至他的音乐的这个创作也是非常的棒。像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在1988年，一样是在88年的时候，他作曲，这个作词是许冠杰啊，沉默是金，沉默是金。那沉默是金或许、对于华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陌生，因为他是出粤语版的，对。那可是我们台湾后来有把它翻唱成台语版啊，台语版，对，真的。你知道那个陈英杰吗？我知嗨嗨零星有没有啊？对，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常唱。对，所以他的粤语版是叫做《沉默是金》。没错，人讲这零星嗨嗨嗨嗨落雨行。对，其实他其实真正的原曲是粤语版，而且还是由张国荣来作曲，许冠杰作词。没错，没错。这个我这个当时候这一首歌在台湾的台语版，可以说是。轰动全部、比如说我、小时候餐厅秀啊，对对不对？对，没错没错。陈英杰出来，他一定要唱这一首。对，其实我们以前在外面做演唱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拿这个来当个梗，跟底下的朋友做一个互动。对，因为你唱台语版哦，我们都对那个陈英杰老师的这个《嗨嗨铃声》很耳熟能详啊，是，所以我们都会故意让大家朋友去猜说这一首歌是谁写的。大家都想不到，那个作曲者竟然是张国荣。对，
对，这个绝对不会让大家去联想到。对，而且这一首歌还获得了第十一届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奖。哎呦，啊，还有十大劲歌的这个金曲奖。哇，那糟糕了！今天在电台把这个事情一曝光之后，以后我就不能用这个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好听，真的是很经典。所以这《沉默是金》它的粤语版是张广他自己主唱，自己写词，词的部分是谁写的、啊？许冠杰、啊，许冠杰，许冠杰 啊, 啊，这都是非常在这个香港乐团，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歌手，他也是艺人、对，那我觉得这首歌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是听听看这首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可能都听习惯了这个台语版，对对对，那我觉得来听听看原曲粤语版的沉默是金。张国荣老师他在这个声音的表现上，他是我觉得我非常佩服的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个高音啊，在演唱过程有时候是比较属于用比较高亢的比较用力的方式去做展演去做表演，但张国荣的声音他在高音的时候是很深情的，很轻柔的，这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的歌手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唱高音不用力的那一种，那也因此这个是非常难以去跟他模仿，或者是说用他这种方式去诠释歌曲的一种方法，非常的轻柔，很少见呢。对啊，对啊，对，所以你第二段的这个音乐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首。沉默是金，对粤语版的海林星，没有了，它才是原来的版本啊。沉默是金，来，我们带大家来听听看。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实现我无法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有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